Sit. Sit. Good girl. Are you ready? Okay, come here. Sit. Good girl. 这个是上次去宠物店他们推荐的鸭肉，因为这个人如果单给他这个量他是不会吃的。我会把这个肉这样撕成超级超级屑屑，希望他这个味道可以就是包裹在每一个狗粮上面，那就会吃了。希望 Good girl。 是不是又没在吃饭了？今天这个 vlog 想要记录我作为奶奶保姆的倒数三天，对，她星期一就可以回家了。之前的 vlog 都有提到，其实我就是帮忙照顾她两个礼拜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两个礼拜真的，哇，我自己也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做一个狗主人其实就跟养一个小孩一样，重点是这个小孩不一定听懂你说的话，你说对不对？嗯，哦，尤其他还这么小一只，每次大家出去我都很紧张，因为我觉得他太小只了，我随时都会不见。好像是这个礼拜开始，我发现家里会有一些小小的红点点，但是我那时候没有想太多，我不知道是什么。后来这个礼拜头的时候，发现说这位小朋友雷恩狗狗的月经也差不多是5到7个月的时候会来第一次，然后之后就是每半年会来一次，因为他会一直舔，一直舔，一直舔嘛，我就有点担心他会不会发炎，所以我就每天帮他擦啦。然后其实我也去买了这个尿布，但是因为他实在是太小只了，你知道吗？他的腰围22公分，就是他的低标，走一走，甩一甩，那个尿布就已经又松掉了。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画面，就其实蛮可爱的。太瘦了，回家。后来回家之后，我有尝试帮他换过一次，但是他感觉真的很不喜欢穿尿布，所以我后来就算了 ，let it go， 我就摆了一个毛巾在他的枕头上面。早上偷尿尿是不是你？是半个工作日，有一个熟悉的面孔 ，say hi， hi， 一日小帮手 ，high five，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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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 收，好，还没学会，不好意思哦。奶奶已经阵亡了，她感觉很累。其实呢，很多时候我没有拍 vlog 的时候，我很容易会放纵自己，就是放纵我的懒惰跟放纵我的口腹之欲，所以我都吃那个拉面，不是拉面，泡面。然后我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事情，但是我有加颗蛋。我刚刚看到李欣他之前做过一个麻油鸡高丽菜饭，然后我觉得有点心动，我现在突然之间很想吃麻油鸡。好景不长的是，我现在冰箱什么都没有，你看，哇。其实没有什么材料，所以我现在要去 grocery shopping。奶奶，干妈去买个菜，等下就回来。好。我很快就回来，好不好？你看，我还以为你不会理我嘞。找到我喜欢的袋鼠白酒，而且重点是他还买一送一，所以我就直接带了两罐。慢慢买，满载而归。有人等我回家的感觉其实蛮好的。One day I'll hit the lotto
my bills would all be paid. Money no longer would be a bother. My life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We could travel all around this world. Fly first class every day. But if I never hit the lotto,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anyway? Perhaps one day I'll reach the big time. The whole world would know my name. Well, every other magazine cover would use me for their campaign. We would be the hardest couple around, from New York to LA. But if I never reach the big time,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anyway? 今天晚餐是麻油鸡高丽菜炒饭，잘먹겠습니다。어떤일들이세요약간제가술이넓게가지고아아아이좋은날왜머리가아프고난리야东西都装进来了，什么的小点心啦、尿布啦、湿纸巾这些。Sorry， 哎呦，小心！但我们昨天出去散步了一个小时，你遇到了很多新朋友，对不对？老板会想你的，他可能回去之后也忘记我是谁了。So I'll just ask the simple question, and these five words I can't. Bye bye. Bye bye. Oh, 我挂住了一个奶奶。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他离开了，他很开心，好像个小孩。谢谢，他下下去，他下去。我听过啊，见到妈妈啦。奶奶，拜拜，拜拜，奶奶再见，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拜拜。My bills would all be paid. Money no longer would be a bother. I today 看起来是不是有比平常素一点？因为我今天呢，只画了。因为我今天没有化底妆，我化了眉毛、眼线、睫毛膏跟唇膏而已。跟你们说，我今天起床的时候肿的跟什么一样？我昨天
也没有吃什么很咸的东西啊，但我今天起床脸整个超级爆肿，所以我刚起床那边狂按摩，然后喝黑咖啡，现在才稍微有消下来一点。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今天脸特别肿？有吗？那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收到的一个新的包包，这其实我收到有一阵子，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机会拿出来用，就是这个，将。这个不是广告，纯粹我觉得它很漂亮。我怕我念错它的名字，我就不读出来了。但是拼音是 C A F U N E。我那时候到的时候想说，这感觉就是一个小废包的容量，结果殊不知试装之后发现装的比想象中还要多。既然都介绍到这里了，我们来做个 What's in my bag， 你觉得怎么样？好，先有我的香水，有一支唇膏，两包面纸，钱包，护手霜 ，AirPods。眼药水，因为我发现这里有一个拉链，可以再装一些卡片、收据之类的。사랑한다고말해줬다면믿어줄수있겠니넌오직상처만받고있었지미안해 baby 네가없는현실너무나도비참해There's no one, no cut. 10点钟，30分钟的快乐。이름으로하면되는거야머리원우넷원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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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的第五天，然后还是有很多地方都有奶奶的痕迹，包含她尿过的地方啦，譬如说这个，在我自己坐的这个地垫上面尿了一块，大家看到吗？然后这两个礼拜照顾奶奶下来，我觉得养一只狗狗、猫猫跟养一个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它都是一个很大的 commitment， 就是跟我想象中那种养宠物的那个责任感，是在我心目中可能本来是就是哦这么多，但实际上是可能这么多。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就是经过这次之后，我对于要不要养宠物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会更谨慎、更小心。不过我有点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就是宠物对于很多人来说会是一种就是心灵的慰藉或是陪伴的感觉。有时候奶奶会在我可能做事或者是我在看电视的时候，奶奶会跑过来，就是自己在我的那个大腿上面睡着的时候就窝起来。我就觉得哇，原来这个就是一个陪伴的感觉，你知道吗？希望大家都可以跟自己的宠物们好好相处，然后记得就是如果要养的话，一定要想清楚，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责任。那我们就下这影片再见吧，拜拜。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